200块冲冲了吗？200后来，哇，那么高，200呢？150、170了，小姐呢？两个，两个，来三啊，第一把，第一把，够了哦。来来来来，诶，顶礼拜，顶礼拜迄个大哥无买着山地麦，敢来啊？明仔载呀？有了，敢来啊？阿妹啊，来要食山地麦，200后，200块，好吃的山地麦，小姐要吃的哦，一盒一斤重。 卖你200，免给你啦！我较俗啦，你那个生意一开啊，千块都来，200块来刷猪肉，没抓错。炒的、煮的都好吃，来200块来三猪肉，200块。他今年啊，真进一天放一块呀，你别你两天两百。来200块刷猪肉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点完就回来啊！要刷猪肉，我开钱啊！来200块，赶快，动作快来刷猪肉，来200块。 200块来，赶快赶快，动作快来刷猪肉，来20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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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一米块，那个大姐就是这位大姐了。来来来来，我跟你讲，干杯来，一片五百公斤。接下来我爸换完了，没，你要不要换我爸？炖鱿鱼排骨，这两盒一公斤就要800了，我今天不卖你500啊，加鱿鱼，两盒一起卖哦。三倍，要卖你700啊，管了没？等一顿珍珠 A 哥，来300300块来两盒哦。结婚，你看300就几分？两分，两分哦。来两份，300过来，哇，这么，两份，哪位多少？这钱给我啊！陈家良，我啊，冰冰没停，我啊，两份的。哦，你点啊，冰冰没停啊。我呢？我要分开。我要分开。哎，我要分开。你啊？你分几包？哎，我几千里啊？哎，也少哩。大家上班办的咁贵？五块钱不管着的。后边啦，后边啦，面食包会弄后边啦。皮啊，两分。来300，最后两个人客无必要送做乜。来400找你分呢。剩两位人客两三杯，3、5、4、3、2，来谢谢阿娘。来一份的。两杯无掉的，一杯啦，一份两分。一份了啊，最后来。阿春一份，今天啊。一份两，啊，不干杯啊，各位观众，300块。最后一公斤来300块，没有干杯了。三百块了，三百八了，今年剩两片了，来500，起价来600，一定爱一定卖300呀。要不结婚？你想想你算不要卖。来500。哎哦，安尼新做啊，反正新大手啦。后面后面后面，来黄鱼来。哇，今天黄鱼做大尾哦，今天做大尾哦，请麻烦你赶紧收看啊。大家黄鱼啊。谁想比下啊？我随便啊。来黄鱼不要1500了，500块给我来黄鱼给我发的。500块？哪里？宝贝的黄鱼，来我发过来，来两百块你来，我发的。来300块你来，我发的。来基本这两条吧，黄鱼来我发过来，金价宝贝。要过年的黄鱼会越来越贵而已，不可能越来越便宜，会越来越贵而已。来我发过来黄鱼，给我发来，基本多少你基本多少你来黄鱼我发，都两杯抢黄鱼吧，来我发空。有人要蒸无啊？无啊呀！无啊，我拼啊，我阿姐啊，来我发了阿姐，这个两份你敢拼无咯？佮1000个800我都我给你啊，好啦，我改帮我落改来。我另外早有听到讲，伊要炖黄鱼啦，要过年啊，要炖啊。系啊，啊过年啊，之前啊，给这边几块给300我给你。鳕鱼蛮好。来围场来，阿鱼起来了嘛？三桌过来，鱼起给我放过来，500块来。上面这一包起一起哦，金明这包起一起哦，金明这包是上汤。哦，这个做鱼起的上汤。哎，这个是鱼起，哎，这他一斤鱼起，这上一包上汤。这客阿袂啦，阿无鱼啊，两天做阿袂，免1300，免1200，免1000，免900，800拢免来，500块了，来。一次500块来我爸，我爸多少钱金钱哦？谢谢谢谢大嫂，高公斤呢？一次两天我爸作秀啊，但是我看你金钱安尼哦，我阿那边钱了，我袂贵个。哎呀，对啊，我做我干工，你知道工作有多大，有多专心？免我爸，一个客两天哦，
讲真诶，两天两斤货，法律我得买啊，你几多？买即两三十五个人计咧，来三百块啊！买两分啊，几分？三百块来。两分。三百块，不要紧啊，袂较紧诶。两盒三百，不是一盒三百。两盒三百，两盒三百，不是一盒三百。各位不要睡觉，赶快五万块，来紧诶来，三百块等，来一起买三百。我一个两个。你今日就要控制一下哦。我两个。来一起三百等，好，各人卖需要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来一起三百块来，我这边。来三百。华裔得啦，新年快乐啦。这边送的，两件三百。你去大妹妹就不要送啦。来新包啦，给。我喜欢。大哥妹妹来啊 ，Hello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上班。对啦哦，你爱回家的话哦，我每天喜欢东区湾看菜，前女友来啊，灰灰色，你来看一下，花香好嘞，真的。都快点呗，几天？停停啊！啊，这么控制你？三百块，纯钱的俩，不好意思啊，三百块，不是一盒，是两盒，三百块，加买要快。哇，好乖啊，好来，直接放水。来，我一场七百块来给你，我一场，你等等。两份。五盒而已啊。两份。两份分开哦，分开哦。分开几包嘞？我俩。是吧？纯钱的俩，纯七百。啊，你老。你啊，你到底是咧算数？我真诶啊，假诶啊，恁啊！当时啊，有当时啊无。来，一百块来，我一打。再玩我是不是？无啊，搁有啊，搁无。来，一百块来。你今日你算哪位啊？进来啦。来，一百存两个呀。存几个呀？我一打，我一打了啊！好，先这样啊，继续啊，更好些，快去。来鳕鱼500块来算你，那我爸过来算吧，他都变成千，变成千，好了，我来算你，我来杀荤呐，够杀荤，来鳕鱼来三片四片，来这片再给你来500块，很漂亮的鳕鱼，哦，大哥就来啊，也要变杀荤，来，几片啊？四片呐，不是啦，我看你来够几片？因为你看你看小锅最矮要变，来算你我爸红牛。我买一个，你想比？哎，搁真正有嘞！再来，我买一个。好啦，买一个。好啦，哟，好啦。唔少啊。对，袂使。我袂，咱人客袂加着，爱先讲啊。啊，搁有两个块了无？来，500块来，500块，赶紧抓，赶紧两条哩。你唔敢打工，你敢倒来啊？你唔敢讲，你要一千。你等了。来，啊，搁我送钱，继续我送钱啊！来，太好看。看到要送的时阵，你个啊！这一百有吗？这一千成交。来，500块来，他先交过来下面哦。下面就算你多少块啊？来，安弄块下面，这边。前面。都拿这块了。来1000都买到了哈，那其他就是大方的哦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来阿彪哥，给阿彪送，给阿彪。快，我等下我叫快分，分快几点？慢时间快上给你，哦。来，原味鸡腿排来，这多几包？阿哥两包哦。这个还有吗？还有啦。这边，这边。过分呢。这边。用安尼，那边安怎去变？来你来，小姐。这个吗？永刚那边要跟他讲，啊。来，要吃甜，大姐，糖宝贝了吗？等一下。你糖宝贝了？啊，你糖糖糖糖。要大金针脑。喝，来五个客人而已，这不是欧连品啊，这个叫做田园虾饼啊，一人一份来，200克没我来，能包啊，请加喝起来，田园虾，来，没人包。刚才就说过了，你加啦 ，OK 啦，你加啦。我搞混啦，搞什么混呢？阿不同问你。我不要卖200，这个虾饼真的好吃，它不是欧连品，我再讲一次，一边煎一边烤一边出汤，一边韩式烧炒都可以吃，来这样美酒几包喝完的，来100块，真的好吃哦，而且外面卖不便宜哦，6片80块，680块，几人开几袋，几人开十包啊，来几包喝两，田园虾饼100块，一个人10几片哦，来几包喝田园虾饼弄准备来啊。几百拢没了啊！现在你是要给钱啊，是要给钱？
来一百块。爷爷，做做我当什么人？来，700块来。谢谢，存了没？存几个鸟？10个客人，2包都给你们，2包哦，不是1包哦，2包都给你们哦。来，最后一位，天元虾饼700块，10个客人，都完哦。来9个，来10个哦，最后一位哦，天元虾饼。来，小梅拿给你，2包不接来。要这个哦。好。当然要等一下，我知道我拿。来找了吗？来虾子谁的？虾子，他说没黑啊，来拍写包了啊。来，这几个款，你们没两块款，两块来。两块呢？来，还有啊。几个双，来，黑下来。那个换虾，我跟他讲，他们虾子，这边，你们这边有一个，这边有一个。来，来，他们都到了吗？都拿到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原味鸡腿排，你加啊。换虾。哎，米粉啊，还是饲料啦，米粉啦，来200块来，原味鸡腿排来，一人一份。哎，最好一箱啊，原味鸡腿排啊。来，过几张。好，好，我来问你啊，来200块了。来，原味鸡腿排够吗？啊，这边还要吃鸡腿排吗？来，6斤来，来8斤来。对吗？来10斤哦，你来。来，这两斤都请，来200了，12只给你们啊。来，今天来原味鸡腿排200块来。1000的一份吗？来5斤，来600，来9斤，来12斤，拢无起价啦，我这啦吼，听到12斤的话，我非常欢喜个。哎，我拢无起个，大拢起啊，我无起。会使啦，我你那了，12斤来跟我支持，我会使我袂起伊啊。鲍鱼，我真的闹骚了。鲍鱼真正，袂了，我看，来起笑啊，袂起价，起笑。来200块来，今年原味鸡腿排300块了。要看两分。哦，两分呀，他谢谢你，两分呀，保证200块。来，今年来200块。龙哥俩呗，来200块了，200块来，200块了，你输。来，给你买杯200了，来200块了，来鸡腿排200块，这边都没有人要吃鸡腿排啊。来，谢谢。这家很家人哦。好，青鱼好，鲍鱼，鲍鱼，小卷，都蒜香，都蒜香的。牛肉卤料小卷啊，鲍鱼啊，来下个，来牛肉卤准备，免500，免400，安尼牛肉卤哦，这时阵哦，我吃上个赞，免300，免500，一人就200块了。羊肉卤200块，谁要吃羊肉卤？要得两份。不是1盒200，是2盒200，来赶快。来牛肉卤面200块来，光听，特别好，特别好玩的地方来。牛肉卤面200块来，200块羊肉卤，200块来羊肉卤，200块来，牛肉卤面200块，拢装咩啊咩？不是一克啊200呢，是2克啊200呢，你是在中国还是中国大的？几千万啊？哦，再笑一声。来牛肉卤来，给你，200块，下煎饼的大师。可以，等一下哈，如果有的我就交给你来，200块来，来小姐要一份，来干杯。牛肉卤我来，来200块来，哎呀招哈，真系做咧招气，来牛肉卤200块，够人冇看到无？来小姐要哈，再给我，来在 Vicky 妹那边，在 Vicky 阿姐那里，来200牛肉卤200块，真正好吃啦，刚刚这汤头哦，外头你又做袂对啦，来200块。好人无看到吧？牛肉卤，今年送上过来，来200块，安尼拢卖了吼。最后一位牛肉卤，羊肉卤200，都买到了吗？好，来谢谢。来，然后小哥来，黑人来，鲍鱼来，哦，去上龙虎。鲍鱼，虾子也有。哦，都差不多的，虾都没有。来，小哥卖杯1000，卖杯800，有水吧？虽然今天不大，可是一样搞吧？赶快升多一点。一人就要开3，开500，老爷，我就收紧。唔免500啊，老爷，我就收紧你。一人就要来300块啊，小哥来，一人一份300块来。来，金几多？金几多？这边是不是？记得出国啊，明天才有。一只啊，一份呐。太贵还我没关系，我就是一份卖，没有一次斤都没有哈。一份就是300块。小哥300块浪费了嘞，平常的时候一份是500块了，一份是500块了，不是卖300了没有？来300浪费嘞，大家都爱找我，我卖300了哦。来小哥300，来2500的，阿别跳跨天不用跳过了，来500，核桃木须，阿别升二，阿别升二，先来升二来，我没看到桌面有，来一张1000的，来几千嘞？
来一下，这样你几分钟啊？几分高高？就刚刚嘞，几分差不多几分半嘞？六个，有核桃木吗？核桃木有，有。核桃木现在看也不看到啊，核桃木。有李同学有核桃木。你这两手的对吧？六个。卖春。瓦力。六个，然后那个小哥来，三百。瓦力。有一样哟，还没讲鲍鱼能包货呢，鲍鱼切片来200块，一人一份啊，来能包来3包来7包的，我寄给了，来鲍鱼票两件嘛，能包货都包，我拿两份，那边能回收，来鲍鱼票能包货都来，谢谢了，来7包来我包，来鲍鱼票能包都，回家给没给，鲍鱼能包来，还两份吗？对。来鲍鱼片两包，来4包来，我包你来，来两包肉，来鲍鱼片两包肉，来快赶紧嘞，快赶紧嘞，干嘛啦？来，快紧，准备好，哇，一碗钱就钱个乌龙龟干啊！来鲍鱼两包，够三百块了，紧。来，无买着鲍鱼，动作快啊！这个真的很方便又好吃。来，两百块，安拢买了没？拢买了鲍鱼。来，谢谢，安尼看那边啊，哈。感谢你，好，我李伟来，好个，再来。我早上拢无正常啊。OK。我哥你买给我买回啊，看。来，拢平安嘞，你看。来，我李伟来，好，切一片来。来，黑鱼先买，黑鱼先买。最后一半黑鱼，咱大只的，免500，免400，炒面包水饺来，一人一份来300块咯，黑鱼免300咯，全部五个人计量，大尾酒啦，后边大尾酒，来300块好，安尼刷无啊？你2份哦，你叫2份哦，你2份了，搞到去，2份，无啦，无啦，我拿几啊？安尼你到底是收咩啦？倒来啦。这样子，你弟弟啊，我蛮知我生什么代志，你回来我敢知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呀，是啊，我要休息的俩嘞，哎呀休，啊我简单啦，好好处理啊，来300上客的300，300有四个人客给300，来这样退一包的，给300退一包的，300的谁来的？1000的我会找你800，来最后钱能办好，来谢谢我。看，我还有虾的，不是这个。你怎么会找？来6个，第一段，8800对。对了啊，那是虾的，我是卖你200哦，不是300哦。200的虾仁哦，不是300哦。3包哈，你等下可以留两份的。来，这田园虾饼来。第2份。来田园虾饼好了。来，大家来。2份的虾。来虾饼加扇贝，虾饼。来这边。虾饼扇贝来，不好意思来。小姐来，谢谢。哎，虾饼卤味不卖盐呢？来，存几包两火把肉。来，几把肉呢？要三把火，我把它炒开。炒干饭，炒干饭。来，要吃瓦里味的来300块来，应该是6个客人买得到而已啦，没有很多人啦哈。哎喂，晚上啦。来300块都有来，基本多少？基本都请你来300块都。来，别客气嘞，300块大概你要吃吗？哇。七颗花鱿鱼啊！哦，来，三百鱿鱼啊，三百弄啊，颗花鱿鱼，对吧？哈，好，谢谢，等一下张姐卖啊，颗花鱿鱼，7颗花鱿鱼啊，没卵子啊，哦，哎，虾好，阿爹咪叫包好来河王啦，来啊，虾都没落油，来，看你啊，我心里片没完啊，这虾啊，哇，这小瓦蟹啊。这挪威鲫鱼片，全台湾全产品的鲫鱼片啊，金价后价，用烤的用煎的，来一人一份三，不用300，冷半包完都200块了，来冷半包好，后面的美女要一份哦啊，那得300块买不掉啊，这里6片哦，我卖你200而已哦，再来2片，大家新年快乐，冷半包备的。麦克风人来买啊，来，家己买都200块来6袋，来8袋哦，你来200块来，真正好吃，而且无钱哈，无吃博眼的吼，哦，来，今日来200块来4袋，来6袋，来总共8袋哦，你真啊，200块来，鲫鱼片，
来，要买要快哦，来四片、五片、六片、七片、八片，来冷半后来，最好存三个人给你啊，七里片没有了。快啊快啊快啊！来五袋，来六袋、七袋、来八袋，来冷半后来，别冲啊喂！给你拿哦，来冷半后来，七里片最后两位哦，没有七里片哦，各位，来冷半后。村人没人给你，不敢给你。来八袋哦，你冷半后阿伯伯也抢。来，小姐来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对啊，姐姐呢？最后一个是要买300哦，不是200哦。来，三百块，小姐。三百。因为要通通给你了。通通让我哩。要买要快，来三百。接中包哦，来三百。来让我哩啊。十二片。来三百块，谢小姐。三百。这你是要金钱啊呀？没啊。我你的表情，我无啥想要金钱的，足严肃的，你不爽？来，来啊，来。好难吃。东西要两片苗，像像像片苗，我两个老板啊，还没花。